下面咱们还是来看书，这个书没讲完呢。窦娥冤和关汉卿的社会剧，关汉卿这社会剧有一种共同的意义指向，或者说共同的文化内涵。这种共同的文化内涵，我在教材的42页，在教材的42页的倒数第二段做了一个概括。关汉卿、窦娥冤和其他社会剧的共同的文化内涵，我在教材的42页倒数第二段做了一个概括，不一定准确，供大家参考啊，供大家参考。那么关于窦娥冤的分析，因为咱们要讲重点讲，我这就不说了，虽然教材上已经写了，但是我相关的内容还会做一点介绍。关于关汉卿其他的社会剧，我建议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看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关汉卿所写的这种社会故事有的是相当的不可思议的，相当的离奇古怪的。那么这里头就提出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这种不可思议的事件，这种离奇古怪的故事，为什么会在元代得到大家的欣赏？我说你整体性就是故事本身，故事本身非常奇怪，而这种故事居然很流传，那为什么？这个大家可以有一定的思考。咱们讲窦娥冤的时候本身要涉及到这个问题。第三节，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和其他的作家的爱情婚姻剧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换句话来说，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只有少数的作品涉及到了男女青年、男女少年、青少年了，少男少女之间那种情感的纠葛，而大多数他是把爱情婚姻剧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来加以审视，他不是把爱情看成男性和女性当中的那种性别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命题来考察来审视，不是，他是把男女之间的这种交往这种关系放在社会关系网络当中去思考。换句话来说，关汉卿更感兴趣的是男性和女性的这种夫妻关系、恋人关系之所以发生、之所以变化、之所以成立，它的社会背景是什么，那个社会性的纠葛是什么。所以他欣赏的角度不一样，和其他的咱们所谓的才子佳人剧本不一样，和咱们现在讲的所谓的青春偶像剧完全不一样，他欣赏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他关心的是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也好、婚姻也好，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在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当中就没有个人的地位呢？不是，在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当中，个人的地位在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冲突，个人的人生选择、人生观、人生情趣等等和社会规范、社会观、社会法则、社会道德等等之间的那种冲突、那种紧张的关系，这是他关注的焦点。他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说咱们从整体上来看，关汉卿发现这是一个社会性、现实性很强的作家，他思考任何问题都把它放在社会上、社会关系上来进行思考，放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这种关系上来思考，要思考一个整个社会背景的文化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把它拨出来做一种抽象的思考，这是关汉卿不同的地方。所以关汉卿的像《旧风尘》《望江亭》《拜月亭》等等都是非常著名的爱情婚姻剧，都是非常著名的爱情婚姻剧，但是每个剧本
都牵涉到一定的社会问题。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郭汉卿的爱情婚姻剧基本上不讲，所以大家看一下。那么相关的一些观点，我在教材里头写到了，这些观点可以供大家参考。几个类型的剧本是吧？几种方面的描写都不一样的。第四节，46页，郭汉卿的历史剧，元代杂剧作家的历史剧最核心的特点，用咱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呢，它叫主观性的历史剧。换句话来说，古为今用。元代杂剧的历史剧从故事题材的选择本身就好奇，不仅选择传奇式的人物和故事来加以演述，而且在传奇式的人物故事上又加进了作家主观的感受，甚至不吸取歪曲历史或者改写历史，说的不好听，贬义的叫歪曲，那么说的好听，正面的叫改写。所以咱们阅读元代的历史剧，咱们很难用一种是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因为所有的剧本都不符合咱们所谓的历史真实。我这加个所谓，因为关于历史真实的问题，咱们在这个学期的课里头要多次的涉及到，那么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咱们应该怎么看历史。那咱们应该怎么看历史？咱们从讲到梧桐与汉宫秋，讲到三国志演义，都要涉及到历史的问题，怎么看历史。所以郭汉卿的历史剧就有这个特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和事件不是说完全没有，有，但是不着边，关羽当刀会，这个故事在历史上是鲁肃父单刀会，不是当鲁肃父会，而不是关羽父会。可是到了传说故事当中，尤其是到了郭汉卿的笔下，写了一个关大王当刀会这种壮剧，而且大家就信以为真了。整个故事它不是写三国的历史，它是借三国的历史来发出某种感慨，而这种感慨带有浓厚的时代的情绪，是代表一个时代在发言，不仅仅是代表个人在发言，是代表整个时代在发言。而郭汉卿的这种发言和咱们后面要讲到白朴的发言、马致远的发言是截然不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郭汉卿的这些戏剧有正剧也有悲剧，不管是正剧还是悲剧，他发言所表现出来那种慷慨激昂的那种一腔正气，那种像窦娥冤一样感天动地泣鬼神的这样的一种气势，是其他的作家比不上的。所以阅读郭汉卿的这种历史剧，包括看郭汉卿历史剧的表演，这个单刀会直到现在来看很精彩的表演，你都会感受到一种气氛，一种气势，压倒一切的那种气势，甚至是不讲理的压倒一切的气势，不管有理没理，反正我就是有理，那你认不认我就是有道理，就是这样的一种不需要任何解释，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一种正气，一种真理，它就是这样。这是郭汉卿的历史剧的特点。所以阅读这种历史剧，你不可以简单的拿历史史料来进行衡量，这是不合适的。那历史史料衡量可能哪都不对，但是它那种精神传达出来的那种时代的精神是最感人的。咱们后面要讲到这种时代精神传达，一种根据一个历史作品传达一种时代精神，实际上它表现出的是作家审美思考、文化思考的
深度和广度，你可以在这个角度上去衡量历史剧的改写，甚至叫改编或者篡改歪曲，不管你用什么词，历史的重写它有高低的不同，有优劣的区别，而且这种高低优劣是差别很大很大的，差别很大的。那这是作家的本身的审美情趣，作家本身的文化修养不同，完全不一样。那么咱们衡量作品的优劣，或者说衡量作品的价值，是从这种角度去衡量，而不是简单的拿历史真理是吧，或者历史事实来做标准，那个不可靠不住的。这是第四节。第五节，关汉卿杂剧的艺术特征。这是历来必写的了，所以咱们就分几个方面说一下，是吧，一个是关汉卿的杂剧体制的问题，是吧，一个是关汉卿的这个杂剧题材和人物的问题，一个是关汉卿的杂剧语言的问题。大家从几方面做一点简单的概括吧，做一点简单的概括。最值得欣赏的是关汉卿的杂剧语言，关汉卿杂剧语言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所以希望大家，我说就从窦娥冤开始阅读，都可以读出那种魅力来，而且你可以感受到元曲本身的那种韵味，北曲的韵味。为什么很多的古代的作家喜欢元曲？为什么他们对元杂剧，甚至到了王国维对元杂剧都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觉得是不可企及的艺术高峰。他就认为这样，就是元代以后就无曲了，元代以后什么明代的戏曲、清代的戏，什么长生殿、桃花扇，跟不看都可以，不看都可以，读元曲，元曲是最好的。他就认为这个元曲以后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是王国维的观点，但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元曲的确有一种魅力，的确有一种不可企及的那种艺术魅力，而这种魅力首先就体现在关汉卿的曲子上。那首先体现，集中的体现在关汉卿的曲子上，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的。好，这是关于教材上的内容，咱们就说这么一些。那么作品选里头选了《窦娥冤》第二折，《单刀会》第四折，《旧风尘》第二折，都是选折子戏。另外选了关汉卿的一个双调《大德歌》和《男女一枝花》，选了他的套曲套数，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我就不再说了。下面咱们就来看《窦娥冤》，关汉卿和《窦娥冤》。我先想一些知识性的东西，这是今天主要介绍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主要大家看图片。那么关汉卿的《窦娥冤》希望大家课下就阅读，下一次课下星期的课一上来，我首先就要提一些若干问题来问这个第一组和第二组的同学。我刚刚这有名单，我随便抽，先是问，先我发问，我等于是检查你阅读的情况，然后第一组第二组的同学可能根据咱们的思考题如果这个有了准备，咱们大概在第二节课或第三节课有一个小讨论，好吧。中间会给大家放一段窦娥冤，给大家看看一个很精彩的表演，那个窦娥冤是不错的。先看一些图片资料，首先认识一下现代人心目中的关汉卿。我说的是通过关汉卿的作品来复原一个关汉卿的形象，所以复原出的关汉卿的这个形象一定是方面大耳，是吧，一定是双目炯炯有神，一定是浓眉，而且还要有点胡子，还要有点胡子。那么这么出来的关，而且要整个形象要前倾，表现一种对社会的抗争，不怕西北风啊，是吧，顶着风顶风而行，这个你一看就是一个动态的，一种动态往前冲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形象恰恰像谁呢？像他的本家。大家信不信可以看一下，我想找一个更像的，没找着，反正这已经够像了。这谁啊？啊，关羽秉烛，是吧，关羽秉烛的形象，你得看像不像啊，反正我看得蛮像的，你可以对比一下。这是关汉卿，但是关汉卿是不是长这个样子没有任何的证明，没有任何证明。这个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像
只有在人在世的时候画的那些人物画像是靠得住的，或者他死了以后，临死的刚刚死的时候，那个时候画像是靠得住的。但这些画像也都经过美化，经过美化，但毕竟还是比较靠得住。比如大家看那个中国历代帝王图谱，那看中国历代帝王图谱里头，我就有个感慨，这个画到了明代的帝王画像画得真好，明代有些帝王画像画得真好。然后这个宫廷里头流出来的这个一个人一个面貌，而且这个面貌还能够多少看出他的性格来，而这个性格还能够多少用文献资料加以证明，这个不容易。那能画到那个地步，就是帝王不都是方面大而这个龙准是吧，鼻子要大大的，眼睛要炯炯的，帝王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帝王也有长得干瘦干瘦的，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这是关于清传下来的比较早的一个资料，但这个资料能够证明什么呢？能够证明，第一，按照我自己看，像这种文献资料，它能够证明，第一，关于清在当时的确还是一个名人。如果不是名人的话，不会在方志里头注入，方志注入的一般是有名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的文学的才能，因为他文学的才能才有名，所以文学造就了关汉卿，也就是咱们刚才讲的作品造就了关汉卿。那么第三个呢，咱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的性格，性格尤其是滑稽多智、韵迹风流这样的一种性格，就是这一类的文人真的是像关汉卿自己写的一枝花套不服老，大家感兴趣的话底下一定看一下男女一枝花套不服老，因为这个曲子很典型的表现了元代一批文人的形象，但是是一种类型化的形象，一批文人的类型化的形象。这一批文人的祖先是宋代的柳永，再往前推可能唐代的杜牧在扬州时期的活动有一点相似，有一点相似。那么再往前推，可能能推到司马相如的这种形象，对吧？司马相如的形象，司马相如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寡妇都给勾引出来，大概是这种形象。那么再往前推，也许大家可以想到了啊，宋玉是吧？宋玉笔下的登徒子的形象，大概是一类这种形象。就是在社会上不属于主流文化认可的形象，就要写主流文化的历史，肯定这些人是进不去的，他在正史里头是肯定进不去的，进去以后也不能写或者说不能欣赏他这种风流韵迹的生活方式，而是写他其他的故事，写他其他的故事，重点要写其他的故事，而不是写他风流韵迹的生活故事。而关汉卿恐怕是这一类人，这一类文人在整个中国古代形成了一个系列或者说一种类型，关汉卿大概也是这一种类型，这一种类型。如果要给他一个定义，你说是浪子文人，大概差不多，差不多。那么这是这么一段记载给咱们的一些信息，在这段一些信息便于咱们了解关汉卿。但是正是这种里头有一个这个不吻合的地方，就咱们阅读这个人的话，咱们就发现一个不吻合的地方。关汉卿的作品所体现出我刚才讲的那种正气，那种凛然之气，那种关注现实关怀民生这样的一种气概，和滑稽多智、韵迹风流这种浪子文人的形象，好像两者并不是太吻合。你怎么去看这种形象？你怎么去看这种形象？这个可以思考。元刊杂剧三十组当中，收了若干种关汉卿的，关汉卿的作品最多，也可以看出，的确关汉卿流传的作品最广。刚才咱们看到了这个关大丸当刀会的，这是西蜀梦。西蜀梦写大都新编，
官瞻孙父西蜀门权，表示我这个是权的，啊，表示权的，他的确比较权。就是咱们刚才看到的单刀会的兵白，很多没有刻上，但是呢，这个西蜀门有大量的兵白，那有大量兵白，的确刻的相对比较全一点，但是它还是以曲为主，还是以曲为主。大都兴边，也许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它的来源，来源大都指现在北京呢，那它的来源于北京。这是归院佳人拜月亭，新刊棺木，棺木的情节。那么从新刊棺木也可以看出，可能拜月亭的作品是关于晚期的或者晚一点的，所以叫棺木，新刊棺木，新编的情节，新编的故事。那这个棺木有情节的意思，有故事的意思。那么新编的情节故事，这是归院佳人拜月亭。因为咱们知道拜月亭后代流传，就是有个很著名的南戏的剧本，南戏的剧本早还是关汉卿的剧本早有争议，这个是有争议的。按照我个人的认为，是拜月亭关汉卿的要早一点，那这个有争议。那么这个剧本也是刊刻的方式跟单刀会非常相近，大家一看就跟单刀会的刊刻方式包括字体都非常接近，大概是一个地方，都是杭州刊刻的。这是单刀会，所以我说这两个剧本很接近。大家看一下字体，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字体。现在因为咱们没有看到，没有办法看到完整的那个纸的本子，咱们只能从这个影印本来看，字体上是非常接近的。这是新刊棺木，乍女子调风月，同样是一个新刊棺木，这故事完全是新的。那么这种新刊棺木，我刚才讲了，有可能是这个故事本身写的比较晚，还有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解释，因为这种不准确的术语，不准确的这种语言，咱们在解释的时候可以有多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这个故事是新编的，过去没有这个故事，过去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个故事。单刀会的故事讲过没有？讲过了，是吧？西蜀门的故事讲过没有？讲过了，那都有，三国故事里都有。而这个拜月亭的故事，调风月的故事，没有人讲过，所以叫新刊棺木或者新编棺木，这个情节故事是新编的，那有这种特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简洁的一个剧本，就是大量的兵白都没有，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剧本它的情节到现在也无法完整的复原，就是结局无法完整的复原。因为这个剧本写的是一个丫鬟看上了一个主人呢，那么一心一意想做小夫人，做主人的妾，那最后混了半天，主人呢娶了一个妻子，那主人当然先跟他又发生了关系，以后娶了一个妻子，都答应他了，娶了一个妻子，娶了妻子以后就把娶他做妾的这个话就撂下了，就不说了，不说以后他就非常悲苦，最后结尾，究竟是他嫁给了主人做妾呢，还是嫁给了一个仆人做妻子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通过曲词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至少是最后给他一个结局了，给他一个所谓比较完美的结局，他自己能够接受的，当然是忍辱吞声的这种接受的这种结局。因为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解释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比较倾向于他最后嫁给了一个仆人，一夫一妻，这是幸福生活。当然我经常要问，这种嫁给一个仆人过一夫一妻的生活更幸福呢，还是嫁给主人做妾的生活更幸福？你如果不是古人的话，你不要轻易做这个判断，因为有一个例证就很明显，袭人打死也不愿意出贾家，那小说就这么写，袭人可以离开贾府，可以去嫁人做一个好好的妻子，她就不，她就宁愿在贾府里头做宝玉的妾，甚至是三房四房的妾，不知道排第几了，排名第几暂且不论，但是就愿意做妾。所以这种选择到底哪个更好，但在咱们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很简单嘛，你这个嫁给一个仆人，仆人是劳动人民，是被压迫人民，当然是很好的阶级，这个
丫鬟嫁仆人，这是都是劳动人民，你嫁给主人那个不合适，让他撂开，别给主人，是吧？是这么一个想法，这个不一定准确，但是就是留下个尾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冰白的话，一个剧本有些情节是没有办法复原的。冠青究竟怎么想的，不知道，不知道。但这个剧本的确写得非常精彩，这个剧本的语言的确有冠青的味道啊，这个写得非常精彩，而且有金代的风俗，就是金朝女真族的那种风俗习惯都在这个剧本里头表现出来，所以有很明显的时代的色彩。冠青是从京入园的这么一个文人，他接受到了长时间的一个金朝文化、女真族文化的影响，那么汉族和女真族之间的交往的那种文化，那么在这个剧本里头也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蛮有意思的一个剧本，当然不好读。这个是万历年间刻的西箕子编的《元人杂剧选》。万历年间以后有若干种，咱们这个教材上介绍若干种元刊本的元杂剧的课本，元杂剧的课本，但都经过修改，这是其中的一种。一到明代以后，题目也规范了，折也出现了，那折也出现了，那么剧本的格式、剧本的书写格式的也规范了，那也基本规范了。至于上头加的这个点，是这个课本以后收藏者阅读的时候加的点，加的点。咱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刻书一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这些标点符号的记号是后人加上去的，不是原来刻的。所以人名旁边加一竖杠。啊，经常有人问我，这过去有的同学问我说，这个竖行的，如果我要画标示的话，咱们不知道读书老爱画横横横是吧，那画在什么地方？你看古人告诉咱们，画在右边，不要画在左边，那画在右边，他告诉你这个是指人名，专有名词，画在右边。好，这个是一个，还是望江亭，这个是故曲摘编的古杂剧本望江亭。那么这个望江亭咱们就注意到了有个正目，元杂剧有题目正名这样的一种格式，就是题目和正名。题目正名，那么简单的叫正目了，那叫正目。题目正名这样的一种东西，在早期是搁在剧本的后面的，搁在剧本的后面的。到了晚期，有明代了，给它搁到剧本的前面来了。题目证明，一般人认为题目证明是起一种广告的作用，实际上就对剧本内容的一个用一个对句、对联的句子，对剧本内容的基本的概括。那么起一种广告的作用，在剧场上，当你要演这个剧本的时候，它可能张贴在两边。是吧？做幌子，或者用旗书写在旗上，或者张贴在两边，那么做一个幌子，告诉大家我要演的是什么剧本。一般认为是这样一种作用。那么概括一个基本的情节，那最主要的情节。实际上它只概括了一折的情节，但是这一折的情节是最核心的，是吧？是望江亭的故事最核心的情节，在这概括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明代课本的一个基本的状况，他把这个科范，就是舞台提示的部分呢，用括号的办法给括出来，这样标记就更清楚了，不像元代的课本就随手就写在那个地方，是吧？他这括号以后就比较清楚了。这个是抄本，明代的抄本的单刀会，可以看出剧本的流传的两种形式，一个是抄写，一个是刊刻。陈宇娇编的《古名家杂剧本》，它的字体就跟刚才那个宋体字不一样了。这还是《古名家杂剧本》，《蝴蝶梦》、《窦娥冤》。为什么要让大家特别看一下这个古名家杂剧本的这个《窦娥冤》呢？因为这个本子比较
接近原始的面貌。但是现在大家用的本子都是园区选，都是园区选，实际上这个本子比较接近原始面貌。这是园区选本的窦娥冤。为了市场效应呢，在明代刊刻的很多剧本和小说，戏曲和小说都附插图，这种好卖，是吧？当然这个插图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这种不同的风格呢，成为中国版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因为这主要是人物故事画为主了，也有风景画。那这种人物故事画的画法，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曲折的，不是很直接的，也曲折的表现了这样的一个剧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大概的样子。这种剧本在舞台上演出大概的样子，不是说准确的一个样子，大概是这种样子。所以这个都抽象的一种画，那抽象官府的跟外界都是相通的。旗杆，这是这个旗子，那这是旗子，这个雪剑白练就这条练，这是刽子手了。再来看另外一幅就不一样的，这是古今名剧和选本的画法，它有两幅画，一幅画呢是窦娥的鬼魂，这有专门人研究了，就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鬼魂怎么画，梦怎么画，怎么画出鬼，怎么画出梦，这是鬼，这是鬼，所以鬼一定跟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怎么看不一样呢？他用一些云纹，这个叫云纹呢，是吧？来表现这个鬼，他是虚的，不是实体的人。那么表现这两者之间，这是他父亲了，是吧？这是他父亲。那么向他父亲告状，这样一种形象，这个是发场，啊，发场。那么这幅画应该比刚才那幅画更经典了，啊，更经典。但是也照样的有审判台、旗杆、刽子手等等的这样的一种表现。这是古今名剧和选本里头的窦娥冤。为什么要看这个本子呢？咱们现在时间有限了，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本子，因为这个本子很明确地说出古本和原曲本的不同，就是版本不一样。也就是说原曲选本怎么改古本，他在这个本子里头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他在经过一个眉批，非常明显的板出来。看上头这个是对窦娥冤的评价了，是吧？窦娥冤词调快爽，神情悲调，由观之真真者也，觉得是关汉卿最好的一个剧本，非常优秀的一个剧本。那么这里头就讲到了无心本增有催人泪的是景烂漫花枝横绣它断人肠的事等等等等，这个咱们现在看到的原曲选本，这叫做增加的，原本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他说这个等语太绝情艳不似窦娥口吻，就是人物尤其像窦娥这样一个市井小民这样的一个普通老百姓这样的一个人物，如果讲这种太艳的语言不像，他就用这个来判断，不像，是吧？不像他的口角，所以呢要删掉，是吧？不像这个一原本三字，他说一原本三字，所以有一个原本，有一个原本。那么这个原本究竟是什么本？经过对比，大概比较接近古名家杂剧本。这是一段了，还有无心本首二句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也是这样，他把前两句改了，他这地方就告诉你这改了，改了的情况呢，好的他留下来，不好的他就删掉。这二语呢叫语气不惯，不如原本为佳。所以他的衡量两个，一个是人物不符合人物的口吻，人物有人物的性格，如果不符合人物性格的这种曲词他加的不好，我删掉。还有一个呢是语气不连贯，上下语气脱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依原本，我还是根据原本恢复原本。当然古明德杂剧不都是恢复原本的，他也有呢根据别的改的，比如说原本云这婆娘心如风刮风刮絮，哪里肯生化万福石，
是非悉复说阿婆语，改从经本。大家也明白了，改编者有强烈的主观选择的意图，他认为符合窦娥性格的他就留下来，他认为不符合窦娥性格的就删掉了。所以经过他改编以后，窦娥这样的一种性格就变成他心目中的窦娥的性格。是不是关汉卿原来的呢？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因为原本不这么写。但是原本是不是关汉卿的本子，因为咱们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那么肯定跟原本不一样。所以在这种地方，他认为窦娥在批评她婆婆的时候不应该用这么尖锐的话来说话，什么望夫石啊等等，因为窦娥不接受张女儿。大家如果知道窦娥冤的故事都知道，窦娥不接受张女儿，但是她的婆婆是默许了张女儿的父亲，也就是说接受了，也就是说接受了。那么甚至有人读窦娥冤的剧本，认为蔡婆婆是已经接纳了张女儿的父亲，就已经接纳他了。那么是从实质性的角度来看，张女儿的父亲跟蔡婆婆就有夫妻之实了，虽然没有夫妻之名，但已经有夫妻之实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实的情况下，他是窦娥的公公了。那么以这个来推论，来推论，构成了一系列的法律的审判的东西，咱们不管了。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窦娥不能够这么尖锐地批评她婆婆，你怎么着急要嫁人，你都七老八十了，是吧？我都守寡，你还着急嫁人，你着急嫁人你年轻时候嫁，你干嘛现在嫁，这一系列的唱词都是唱这个的，是吧？你干嘛你就守不住，都像都差一点就身化望夫石了，天天在那盼丈夫盼得不得了，这好容易逮着一个张女儿父亲你就要了，不能说这个话，说不能这么说话的。他认为窦娥应该这种性格的。大家阅读的时候看一看窦娥应该是什么性格，这种话窦娥说得出口说不出口。另外还得注意到一条，中国古代戏曲的语言曲词有的不是唱给场上的人听的，是唱给场外的人听的，唱给观众听的，是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不是人物的语言，或者说是心理语言。这个人物心理语言他可以对观众唱，说你瞧你瞧，我这个心里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守不住，但我不会当着他说吗？我不当着他说，这个时候是当着观众说，不当着场上人物，场上人物听不见的，实际上是没有听到的。所以这些方面去考虑，像这种语言还值不值得存在。你看这个此句一字一点内，无心本删去，照原本增入，非常好的语言，非常好的语言。这个无心本删了，他觉得应该补进去，所以通过这些注释，是吧？你像耍儿数之原本无之一无心本增入，本来这几字曲子都没有，但是因为无心本加了这几字曲子，他觉得很好，加进去了。该不该加？加进以后对窦娥的性格的表现好不好等等，大家可以研究，因为这是属于版本的差异。但从这可以看出版本不同的差异。那么今天的课咱们就讲到这。今天课就讲到这，大家注意一下，就一定下课以后仔细的阅读剧本，尤其是第一组第二组的同学。下一次我就要提问，提问会提问很具体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注意的一定提问，我会提问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来考察你读过没读过剧本，希望大家仔细阅读。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再注意听，还有半分钟。第二呢，就是咱们有思考题，第一组第二组的同学一定根据思考题做好准备，咱们下节课要提问，要讨论，根据思考题来讨论。那当然咱们还要讲相关的内容，那来讨论，主要核心围绕着窦娥冤要进行讨论，这是下节课的主要内容。那么第三，大家再注意听一下，第三下节课讲完了关汉卿以后，咱们立刻就进入第三个部分了，另外进入第三个部分，就《西厢记》。所以第三组的同学也可以开始准备，但是材料你先不上，因为咱们先不讨论，在后面再讨论，但是《西厢记》要讲述。
要讲述相关的内容，那么希望第三组的同学做也提前做好准备，这是下星期的安排，好吧？今天课就上到这，下课。